保障，我哋嘅磐石，我称颂你。哈利路亚，系因为你，我哋能够仍然站立；系因为你，我哋可以举起我哋嘅双手，可以高唱得胜嘅海歌。系因为你得胜，系因为你耶稣，我赞美你，我赞美你。系因为你，我哋面向前面，我哋唔使担心，我哋唔会再惧怕，因为你已经胜过仇敌。你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并且得胜而有余。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俾劲的掌声主好吗？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个掌声停止。今天真是一个很值得敬拜、很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神在我们当中里面，让我们一起去一个用一个祷告 去作为一个开手。一陣間去唱詩啦，聽到嘅時間。主啊，真係主啊，多謝你俾我哋有個咁好嘅時間，去嚟到呢個會堂嘅裏面，去敬拜，去讚美你。主啊，俾我哋喺呢個時間裏面，就專注定睛仰望你。神啊，求你嘅同在降臨喺我當中。圣灵啊，让你的灵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啊，你就亲自在这个敬拜的里面，不单止是带领我们去敬拜你，也都让我们去沉醉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你真的 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唱诗的时间，也都叫我们去听到的时候，主啊，你的道呢好活泼嘅进到我哋每一个人生命嘅里面，主我哋渴想你，我哋渴慕你，渴慕你更多。主我哋将我哋嘅歌声，将我哋嘅赞美，将我哋感恩，以下落嚟我哋所有嘅嘢，所有嘅时间都全然去献上俾你。多谢你，我哋以上嘅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得胜嘅名字祈求。Amen. 祝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会堂里面，就定睛仰望我们的神。Amen.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也是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也是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呼求我们主，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
地，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也是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也是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让天上盖你的荣耀降下来，让天上盖你的荣耀降下来，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万物也是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点想要高举我们的主人呢，高举主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灵，让万万能明白主真道，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同我高举主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灵，让万万能明白主真道，他是唯一的道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们同来高举主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灵，让万万能明白主真道，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同来高举主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器，让万万能明白主真道，他是唯一的道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一步一步向前进，先得受敌的壮威，藉着祷告战胜黑暗，我们的能必定得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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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我们同来高举主
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旗，人万万能明白主震动，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同爱高举主耶稣，高举这得胜的圣旗，人万万能明白主震动，他是唯一的道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耶稣高举在这地。弟兄姊妹，你愿意见到耶稣要高举呢个地上面吗？哈利路亚！叫你掌声献俾我哋主，哈利路亚。闭上我们的眼睛，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凡我的只有生命，耶稣真在这里。弟兄姊妹啊，你有几多嘅感恩，几多嘅赞美去回应我哋嘅主呢？在这首歌的里面，他说到因着他的宝血，我们的心得到洁净，因着他的话语使到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圣灵释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花这个时间，他将我们极大的赞美献给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山门去侍奉的时候，
他见到有病的人，他会医治；他见到软弱的人，耶稣去捉摸他们。今天同样，他的同在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复活，升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代求。但他将他的圣灵来到赐给我们，叫上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受，就是神今天，他不单只要来到与我们亲近，他要来到医治我们，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身体里面有疾病或者有不舒服的，我想你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体的地方里面，开始去祈祷。你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你用你的手去按在那个地方里面，开始去祈祷。今天神的医治要临到在你的里面，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神好爱我们，他要来到去到在当中里面，他要来到去到释放我们，他要来到去到医治我们。好，我们一起开声去祈祷。释放自由在里面，奉耶稣的名，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得到自由；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你承担了39下的鞭伤，每一个鞭伤是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份的医治，以至到我们今天可以在真的疾病的里面，可以得到经历到那种的释放。主啊，你的祝福今天要临到，主啊，我们释放你的医治在当中的里面。我们吩咐所有的痛症要离开，奉耶稣的名吩咐所有的伤风感冒要离开，奉耶稣的名吩咐这些真的一些危疾都要离开。奉耶稣的名，我们释放你的医治，释放医治是你，多谢你，你亲自来到用你的医治大能的手去触摸我们，去触摸我们现在。主，多谢你，更多的主，多谢主，更多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的主，大大来到触摸我们。主，有偏头痛的，奉耶稣的名，我们吩咐这个痛楚要离开，我们吩咐这个痛楚要离开。哈利路亚，生命，耶稣站在这里。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真是你为我们献上你的自己，去救赎，去挽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我们没有东西能够去回报，或者用任何的言语去表达，去回应你的爱，因为实在太多太多太多。主，我们真的尽力，用尽我们的力量去感谢你。主，没有东西能够代替你，
在天上宝座，全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身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无极限，你作王到永远。哦，圣洁主，我单单敬畏，愿透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圣洁主，我将它敬畏。
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我愿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神的慈爱描述的形容是天离地有多高，主要我们没人知道天离地究竟有多高。主，原来你对我们的爱，你用一种猜不透的丰富、猜不透的慈爱看待我们。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丰富，你的伟大。弟兄姊妹，我们打开我们双手，我们开声去称颂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全能的神，和平之君，我们的主，创天造地的神，自有永有的主，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他会看顾我们的神，他亦都是那位监察人心、知道我们心肠肺腑的位主。我多谢你，我多谢你主，我多谢主，神啊，我多谢你。
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我身接触，我向他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我身接触，我献上赞美，直到永远，归于奇妙，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俾个大嘅掌声，我哋嘅主啊！一切嘅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俾佢 ，Amen！ 掌声可唔可以多啲啊？佢咧系嗰位配得我哋敬拜嗰位主 ，Amen！ 佢系配得嘅 ，Hallelujah！Amen！Amen！ 请你喺坐低之前同隔篱嗰个同佢讲啊，话俾佢听，你发达啦，一个创天造地嘅主咁锡你。清楚，感謝主。今天是什麼節日，知不知道？母親節喎，哇，正啊！拍拍你梗係話俾你聽啦，母親節快樂啊！不過唔知佢係咪做咗媽咪啊，定係點樣樣？咁咧都好開心啊！大家有冇落去？頭先有冇人又係上嚟之前係去咗影相㗎？揮下手先，有冇啊？有喎，哇！西伯，哇！你真係醒目啊！今日識得嚟影相啊！感謝主啊，真係開心啊！我今朝一早都同我屋企人啦，咁啊都影咗相。感謝主，好謝大家掌聲，多謝我哋嘅攝影隊，好唔好啊？佢哋花咗好多時間咧，去到做個相架靚唔靚啊？好靚啊！嗬，佢哋特登係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預備，去到咁正嘅服侍。感謝主。唔知道中間裏邊有冇朋友？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哋中間，你揮下手啊！好想歡迎你。有喎、啊，有喎、啊。不如邀請你在座位度起身好唔好啊？好想俾個掌聲歡迎你，嚟啊！唔好客氣，喺個座位度起身。我哋發揮我哋永久嘅熱情好唔好啊？如果左右隔離嘅可以喺佢身邊握下手啊！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少少嘅禮物咧，紀念嘅送俾你哋。請坐，請坐。啊，感謝主，開唔開心啊？呢個家呢個咧教會咧，唔單止咧係一個地方，教會係一個家喎。Amen。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大家庭。咁咧，而家要歡迎一啲英文人啦。Is anybody from overseas first time to join our service? We want to know where you ar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ybody? 咁啊，主姐冇啦，係咪？或者聽唔明啦嚇？咁啊，主。咁咧，今日一個好特別嘅時間，係咩節啊？母親節喎。咁我咧好想邊個係媽媽嘅揮下手先。哇！不如我哋請啲媽媽一齊起個身，好唔好啊？我哋俾個大嘅，係啊，又起身啦。是这样的是啊哇不单止起身我很想邀请你来到前面我们有请我们福音教会最有恩高的邱爵以乐长老呢为你们祝福还有我们一班小朋友他们整了一些小礼物送给你们不如我们给你们掌声欢迎我们一班妈咪来到前面好不好敬掌声好不好给个欢呼他们好不好哇！歡迎歡迎！掌聲唔好停，掌聲唔好停！歡迎歡迎歡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想請我哋啲兒童牧區啦，我哋有啲弟兄姊妹咧，做啲整咗啲小禮物，我哋不如將啲小禮物咧，我哋送俾我哋一班前面嘅媽媽，好唔好啊？OK， 不如我哋數三聲一齊講啦。母親節快樂，媽媽我愛你，好唔好啊？一二三，母親節快樂，媽媽我愛你，俾個勁嘅掌聲，好嘢！咁我哋有啲少少嘅禮物，不如咁啊，一路收禮物嘅時候，我請邱長老講幾句説話鼓勵下我哋一班媽媽，跟住為我哋一班媽媽祝福祈禱，好唔好啊？唔該。
好啊，母亲节啊，今日系啊，我话俾大家听咧，你哋每个人咧都有间好宝贵、好宝贵嘅屋啊！间屋系咩咧？就喺你妈妈冇福嗰度，大家都系知道妈妈怀胎几月生我哋啊？十月啦，系咪啊？啊，呢、這个冇福好紧要啊！你妈妈系肚腹女啊，间好宝贵嘅房屋嚟嘅，好保护住我哋，系咪啊？啊，母亲我嘅妈妈。個媽字點樣寫嘅？媽媽媽字，係咪一個女字加住咩啊？右邊一個馬係咪啊？原來咧，為我哋做牛做馬嗰個女人咧就係咩啊？就係、是、媽媽。為佢哋做牛做馬嗰個女人咧，就是、我哋媽媽。啊，好得意啊！咁咧，咁有一個女孩子佢就講話。佢當佢三歲嗰時咧，佢就講：媽媽，我愛你啊！咁到佢十歲嗰時，佢就話啦：媽媽隨便啦咁樣喎，咩都係隨便啦咁樣。咁到佢十六歲嗰時，佢話：媽媽你好煩啊咁樣，媽媽你好煩。咁到佢二十歲嗰時，佢就同媽媽講：媽媽我想離開呢個家，點解佢要嫁人啊咁樣？哇咁樣就，同埋佢話講到我通常佢講咧。佢話咧：媽媽今晚食咩飯啊？食咩餸啊？識講。媽媽我衫喺邊度啊？又識講，即係識講啲嘢。但係媽媽點樣回應佢咧？我就媽媽咧有咩事咧，就好多時都話：當食飯嗰時啊，你唔使理阿媽噶啦啊。當食飯你唔使理阿媽。當阿媽媽有病嗰時啊，媽媽都講話：我冇事嘅，冇事嘅咁樣。啊！媽媽即係講佢自己咩咧，將最好嘅嘢俾自己兒女。啊！即係咩都係自己擺喺心裏邊，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噶嘛，一個好嘅媽媽係咪啊？咁當我哋有一日咧，我哋媽媽咧，如果佢仲係企又企得唔穩，走又走唔喐嘅時候，我哋點樣做啊？我要拖翻住個手係咪啊？拖住個手慢慢行，好似昔日。當我哋細個嗰時候咧，媽媽成日拖住我哋嘅手一樣，係咪啊？當我哋媽媽年紀大啦，佢唔行得，佢唔走得嘅時候咧，我更加要獻上我哋嘅愛心。因為我哋每人都有一個好嘅媽媽。啊，陣間我知阿三牧師會分享咧，最後頭先講到咧，耶穌點樣對佢啲門徒講點樣看啊，你嘅兒子。啊！呢個好欣賞嚟啊！跟住同啲門徒講：看啊，你嘅母親，非常激勵我哋。耶穌喺地上最後嗰個時間都好關心、好尊敬我嘅媽媽，好孝順我哋媽媽。所以我哋為人子女，我哋要唔要孝順我哋媽媽？唔好激親我哋媽媽，係咪啊？所以當我哋媽媽當佢年紀大嗰時候，我更加要愛惜佢，更加要。比尊崇佢更加要啊，對佢嘅尊敬。所以咧，都鼓勵大家平時唔好激咁多媽媽，激親媽媽好唔好啊？唔好咁多令媽媽或者生氣啊，或者嬲啊，儘量少啲啊，儘量要愛錫我哋媽媽。呢樣我最大嘅鼓勵大家，好唔好啊？大家做得到嗎？好，跟住咧，我哋做祈禱啊！我哋媽媽祈禱，一齊起身，伸出你嘅雙手咧，向住我哋一班母親，我哋祝福。天父，我最感激、最大欣賞就係我哋嘅母親。雖然你昔日喺地上，你點樣同門徒講看啊，兒子，我母親，同埋對門徒講看啊，我嘅媽媽。主啊，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嘅母親，即係佢哋。願意犧牲我們即是最寶貴的時間最寶貴的精神最寶貴的精力都在我們兒女身上主啊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怎樣去怎樣尊重我們的媽媽怎樣孝順我們的媽媽、哦、主啊今天是一個母親節、哦、是一個很偉大的日子主啊求你讓弟兄姊妹更加反省今天我們怎樣更加怎樣愛惜我們的媽媽怎樣愛尊重我們的媽媽怎樣去孝順我們的媽媽主要求你幫助我們、哦、即是好像、哦、即是在我們媽媽願意付出很多很多
佢廿四小時都不斷嚟為我哋工作，不斷嚟到關心我哋，不斷嚟到愛護我哋。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點樣要孝敬翻我哋嘅父母，孝敬翻我哋嘅母親。主啊，求你更加鼓勵我哋在座每一位，我哋做人子女嘅，更加識得點樣去尊敬我哋嘅母親，點樣孝順我哋嘅父母。我哋感謝我哋讚美你，我哋咁樣祈禱交託，奉耶穌得勝嘅名祈求，阿門。好，唔該，邱長老。再次俾個大嘅掌聲，我哋一班媽咪，亦都邀請佢哋咧啊回去就座，感謝主。哈利路亞！媽媽偉唔偉大啊？媽媽好偉大噶，媽媽真係好偉大嘅，可以唔瞓覺啦，可以咧唔食飯啦，可以咧不眠不休咧為到屋企付出。你哋咧係我哋嘅祝福 ，Amen！ 感謝主。在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欢迎一班妈妈祝福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呢，有些新来的朋友，我们很开心呢，沙田浸信会呢，Ricky Wong，我们的王传道呢，都跟一班弟兄姊妹来探我们，不如我们邀请你起身啦，沙田浸信会的一班传道弟兄姊妹，他跟我们呢，他过来观摩，来聚会，祝福你，欢迎你，请坐。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预备我们收今日奉献。咁可以睇今日嘅经文，就喺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如果揾到咧，我哋可以一齐读马可福音第七章九到十二节，得未 ？OK， 预备，一二三。耶稣又说：你们为了守住自己的传统，竟巧妙地废掉神的诫命。摩西说：当孝敬你的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人必须处死，小心啲，弟兄姊妹啊！你们却说，如果有人对父母说，凡是你可以从我那里收取的，都已经作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你们就容许他不再供养父母了。当其时咧，系法利赛人或者一啲嘅犹太嘅老师。他们去守住，好守住咧呢一个嘅诫命，好守住摩西律法。但喺摩西律法嘅里边，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习俗习惯啊。佢哋守住咧喺当中里边有超过成613条嘅一啲嘅条款，并且喺当中里边咧，佢甚至去到走到偏差一个嘅路里边咧，佢哋觉得一个人咧，如果佢长大到到18岁之后咧，佢就奉献得噶啦。父母可以不用養的了，大家覺得對不對？不對的喎，這個嘢。所以在當中裡面有些人說，哎，哇，乜咁樣的，教人奉獻，但是又不理自己家人，行不行？不行的喎。但這個經文給我們看到有幾樣東西，就是原來呢，奉獻，第一，奉獻和我們現實生活去自由，即是來到去到供養我們的父母，或者是負責我們的家庭，我們不需要是二揀一。不需要 是走去，有些就只是去了，什麼都去了家，去就跟著教會或者奉獻，又不懂得奉獻。一些就是只是顧著家，或者只是顧著奉獻，家就會 不顧著這樣。其實兩者在那個極端的奉獻就會即不理家，但極端的只是掛著家的時候，又沒有了一個信仰的生活。其實我們知道，我自己2007年咧係按立做長老，我哋做長老咧第一個條件你知唔知係咩啊？梗係信耶穌啦，係咪？第二個條件你知唔知係咩咧？就係咧要管理好自己嘅屋企，屋企好緊要嘅，一齊講，屋企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唔識得管理自己屋企，焉能管理神的家咧？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個 priority， 第一就係耶穌，第二咧我哋要管理屋企。點樣知道管理屋企咧？如果你睇提摩太书和提多书，他都讲到，是讲到什么呢？你看他的仔女喜不喜欢你，那你就知道你在家是怎样的。所以在当中里面，我们不需要二拣一。第三，我们才是教会服侍。第四，就是社会的责任。甘心奉献是很重要。奉献，我们懂得爱耶稣，我们才懂得爱我们家人。Amen。所以不是二拣一，而是两者都是很重要的。Amen。今天是母親節，聖經讓我們知道十戒第一個對人說，就是當孝敬父母。你知不知道孝敬其中一個意思是什麼？
你懂做的啦，不是一次，我们要供养我们父母， Amen。 我们不可以忘恩负义。所以有些人不明白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基督徒呢应该就是 最尊敬最纪念祖先的，没有你们怎么会有我们呢？我们要为你感恩。神十诫第一诫对人说的就要孝敬父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今天的奉献就是要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你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多谢你。求你亦都教导我们，不单止奉献，怎样来到去到在家里面守我们的本分，学习爱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主，我们的孝敬不单止只是我们觉得自己去做，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收得到。求你祝福这些献金变化使用，让多人蒙福。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可以收奉献，收奉献的时候可以播奉献家事。